套，我跟你说，它就是这样子的。看这手套，像小刺猬，好可爱。外面实在太冷了，找个地方坐下喝喝小酒。是酒吧送我们的元宵，炸元宵。他们家酒真的颜值都好高，是的。OK。然后下面是用百香果加酒酿的一个小甜品，可以用勺子直接吃。好。啊，百香果酒酿里面，味道还不错。和姐妹继续长长久久了。